接下来掌声有请中文互联网仅剩的帅哥秦志胜。大家好，我是志胜。就最近我老出去录节目，真的很受挫，因为唱歌跳舞各种乐器我也都不会，那逼得节目组都急了，志胜你除了脱口秀还会啥？你看人家其他节目都各种声光电在台上多耀眼，我说你要是想要声光电的话我还会电焊。我这个节目比他们耀眼多了，你都睁不开眼。我从小学电焊是因为我爸想通过这个事儿反向鼓励我好好学习，结果没想到我天赋这么强，10岁就会焊铁锹了，村里都轰动了，都出去传说我们那出了个电焊神童。真的都有人来看我焊铁锹，看完还夸朗说这孩子还真是个吃苦的好苗子。然后我自从学会干电焊之后，我爸就老让我帮他干活，暑假寒假周末边干活还边说，我说你不好好学习就只能干这个，我说爸我想好好学习我没时间呀。而且也没时间学才艺，整天干电焊。就过年的时候我表哥在那里表演双节棍，把我气的呀偷偷的把他的双节棍焊成了棍。我是没想到这个棍打人也这么疼呀。我在娱乐圈就一直没有找到电焊的用武之地，因为现在的节目都是什么蒙面歌王蒙面舞王，我就不明白了，你唱个歌跳个舞你蒙面干啥呀？电焊才用蒙面呀。我能想到唯一的用处就是你们的 CP 毕业了，我能给他们焊上。所以我真的我进入这一行真的就误打误撞，我家里也不是按这个方向培养的呀，我是在农村长大的，我是个真正的种地吧少年。就现在很多少年真的不理解种地这个事儿。前段时间一个少年还问我说，志胜哥你会打农药吗？他其实说的是王者荣耀，我哪知道，我说我会打，从小就打。他说你一般打什么位置？我说我打什么位置主要取决于哪里有虫。他也听明白了，说原来你喜欢打野呀。而且回家老家人也不理解我现在的生活，真的我过年回家跟我说，亲戚跟我说，说志胜在村里给你接了个活，去咱们村养鸡场直播。跟我说说你去养鸡场直播啥也不用干，你就追着鸡跑，你让大家看看咱这都是走地鸡。还说我跟你说啊，这个直播间的名字我都想好了，叫乘胜追击。我都疯了，我说你要是光追击的话你是不是放条狗就行呀。真的除了在农村里啊养成这些技能之外，我在大学还学会了修电动车，因为我那个时候花280买了一个电动车，就那个电动车破的呀，就是你给电它不光往前走它还一直在那抖，就你坐一会儿你身子都麻。有一次一个女孩坐了一次跟我说，说志胜你这个电动车是不是漏电呀。真的我第一次坐电动车晕车。哎呀真的关键是这个电动车啊它还老坏，
就有时候骑到半路它就坏了，我还得停下来修车。真的有时候修的滋润了，路过的同学都惊讶，说这个同学到底什么专业的，他怎么也不学习光修车呀。真的，所以种地吧少年这种节目真挺好的，我就希望以后能多出点这种节目，什么蒙面悍将。拜托了电动车，养猪秀大会，我绝对是在节目上最闪耀的那个，谢谢大家。谢谢朱胜，喜欢朱胜的朋友不要忘记为他投票，三二一请锁票。我们先不采访领笑员，我刚观察了一下，彭昱畅都要笑死了，就把那个给彭昱畅一个话筒，你怎么那么高兴、啊？没有，前面我一直在笑，我的每个都在笑。但你这个格外的夸张，你不用看我，你跟他交流就可以了。我看到智胜，我就想到了陆哥呀。很亲切，看到你，真的是。跟鹿晗除了长得不像，是哪儿都一样，我好怕。但是我前面更想笑的是，因为我看到前面那个长得特别像我表哥川哥。对对对对对对，你就是那家族企业的是吧？对对对，长得特别像我亲表哥。行，你坐下之前，你直接你都站起来得罪人的事干一个吧。你觉得他俩谁会赢？你说李丹坏不坏？坏蛋，我都投了。那不行，对你投肯定我也都投了，但我觉得还是取决于现场的观众。那不废话。我这个场面话得说吗？你自己感觉怎么样？压力有点大，我哥哥在前面这。是不是？我觉得他今天智胜上来的时候没有以前那么稳。对，他被前边吓着了，没有那个气势，对，有点着急。对对，但我替我哥哥高兴，真的。你看这个场面话说的。今天是高情商大会，但确实智胜今天上来好像打招呼都没有之前嗓门大了。没有，就是感觉那个场好像是暂时上来那一瞬间有点不属于我。我那一刻有点陌生，看看。但是花姐是好像人没讲呢，贼热情就拍了。我拍的。哦，曾毅哥没讲就拍了一个。我热情吧？你只要把你的名字一报上，我就给你拍了。谢谢谢谢，下回还是希望拍在梗上，还是希望拍在梗上。还有一点啊，还有一点，其实中间我又拍了，因为他刚才不是说焊电焊吗？其实我也焊电焊，我学家电的。哦。因为我们当时毕业的时候必须得要去要自己要组装一台彩色的电视机。你说的怎么像何同学干的事儿的？经常干，就是打印一个 PCB， 然后把那个焊锡，不是焊锡，反正就是把零部件放上去，然后拿电烙铁把它焊上去。听懂，我全听懂，我老听懂。最后一句送给你，电焊吧少年。这就是电焊啊。这个何同学跟智胜在另一个节目碰过啊，我跟智胜是好同事啊，我们已经录了有8期节目了。对，就是智胜老师他有一种天赋，就是当我们所有人在他周围的时候，我们都会很快乐，就他什么梗都接得住，气氛也很高兴。我真的很喜欢我们智胜老师，他确实有这种喜剧的感觉。谢谢谢谢，因为我就是干喜剧的，肯定有。